深秀社区点火喜爱嘉义市绿林健康人生课程，十九号伫咧江滨运动公园体育馆举办毕业式。嘉义市副市长邓秀辉亲自到场来参加，现场有将近500位穿着粉色制服的点火，面上充满着灿烂的笑容，参与这场以复古作为主题的同学会，对着怀旧的舞曲来跳民间操，动作是美丽佮有力，充满活力，会当讲是绿林人生上好的代言人。逆龄人生老不休，阿公阿嬷上课了，带队的教练变装出场，搭配着怀旧的舞曲，带领大家开阿公阿嬷做伙来跳民间操。老大人每日又搁充满活力的动作，展现运动和身体回春的成果，也为今年嘉义市绿林健康人生课程闹热甲开直播。嘉义市副市长邓秀辉特别代表着市长吴炳辉来参与这场成果秀，这是嘉义市连续第五档举办绿林健康人生课程，看着老大人身体的年纪愈来愈少年，今年绿林将近高会的成果，和嘉义市投入伫咧健康促进和延缓失能的政策更加有意义。咱举办这个课程最主要的目的，就是希望咱每一个退休以后的这啊，咱的所有的朋友呢，会当吼过这个好的生活，吼啊，和这个我们在退休之后的人生呢，下半辈子可不可以这样讲？那么可以呢，活得好，病得少，然后呢，老得慢。这个就是三个主要的目的啊！大家踊跃呢来参加这个过程哦。我想今仔日他都啊，咱家放中心跟咱分享这个成果哈、哦。那么也就是说，你的实际身体年纪跟你的身份证，你真正的年纪哈，将减低了将近九岁，这是非常值得咱去追求的代志。虽然这两天发生疫情，但是无限制着嘉义市老大人学习的热情。今年年初，招募期来申请的社区游园超出预期。今日验收20班，总共501位点播的优秀展现，每一个拢是集优社区。毕业典礼的最高点是公布前5名得奖的单位，分别是北门里办公室、地德里办公室、草地尾社区发展协会、育英社区发展协会、北川町社区发展协会。同时，嘛伫现场颁证着摄影得奖的名单，地产奖赠和奖金来鼓励着得奖者，为这场活动画下完美的句点。最新新闻，张丁顺、王秀山、江义奇、彩虹报道。在家吃喝玩乐，探索世界，您准备好了吗？旺 TV YouTube 频道带您网络漫游，深入嘉义，最在地的美食，最及时的新闻，最感动人心的故事，只要滑动手指，全部完整呈现。现在订阅还有机会参加我们的抽奖小活动哦，马上拿起手机扫 QR Code 一起加入我们吧。